看看新闻网。这边在讨亲情债，那边的导演高群书就在努力为自己和演员的薪酬讨债了。被逼无奈到微博宣战电影出品人，一路艰辛轰炸，终于在3月4号晚上得到圆满解决。欠薪一事已解决，片方原心传媒已付起我和老六的钱，谢谢片方，谢谢相识和不相识的各路朋友，谢谢微博给大家添麻烦了，鞠躬。时至今日，这部2012年7月就上映的电影《神探亨特章》，在当年斩获第49届金马奖后，终于在2年后付清了员工的薪酬，辛苦间还是要等待如此漫长的时间费力拿回。小编不得不感叹，这年头做什么都不容易。